音乐神童方大同来台举办 Timeless 可拉斯克自选集媒体听证会，今日在记者会上也正式宣布，将于10月10日在台大体育馆举办方大同 Timeless 演唱会。华纳高层特别送上了一只全球知名的经典古董表，以切合演唱会的主题 Timeless。激励，好，来右手边老板看一下。而且刚才这个大同也说呢，这个礼物他就个人非常非常的喜欢。边中间右手边都请你眼神跟到，谢谢。好，当然呢，舞台上面让这个大同呢进行完呢他的演唱会的相关宣。好，方大同就靠近脸，之后再靠近身体，好不好？满足感。时下正值暑假黄金月，很多学生族的粉丝都放下了书本，投入到了追星的洪流中。身为偶像的方大同也很小心地劝告自己的粉丝，追星一定要适度，买买专辑就已经是最好的支持，千万不要因此荒废学业，让父母家人担心。我觉得其实选择吧，实际上的选择，我觉得肯定是有机会能够见到你喜欢的歌手啊。就有时候就是去支持买，其实买我们的专辑，我们就已经觉得那是最好的一个支持。然后你出来见我们，其实来我们演唱会啊，或者是真的有假期的时候，刚好我们有一些 function， 其实我觉得那个我们已经就很开心了。因为其实我觉得。也很理解你们，就是应该要去，就是好好念书嘛。然后我们也不希望你们父母啊、家人也对这部分的有太多担心。